你看咱这个镇子变化大吗？人也少了，好多地方都没了。这镇子让人一迁走啊，狗都留这儿了。二郎，一姐呀，是我们这儿的命人，老过闽安，住过监狱。镇上肯定是没毛病，我快给你报上来。三人组成三小队出动，一人要调查两个案件，接警到指挥部，一人负责现场情况，全面抓。哎。 不管任何，只要他上矿权品，必死无疑。咱光在这条溪沟里，到时候他还活着，那就没有矿权品，你也就安全了。 这狗我养，咋臭东西？老板十年富贷还不能自己养？十年了，你得给我放命。开始侦监长，奥兰顿。我这次的命就值这些。